各位朋友大家好，欢迎您收看小马视频，我是小马。今天再给您分享一个对象目标侦测的视频啊。上一期我做的是 GTA5 的这个自动驾驶是吧，今天呢我想再做一个游戏，这个游戏叫做这个荒野乱斗 Brawl Stars 对吧，这也是上个月刚刚在国内发布对吧，我呢今天对它进行一下侦测，看看这个侦测效果怎么样好不好，那咱们就一起来看一下吧，大家请稍等啊，我运行起来。好 ,Go! 目前看起来侦测的还算是比较准确啊，屏幕上有一个 boss， 然后有两个有三个这个挑战者，对吧？感觉这个侦测还是不错。这个模型我大概是用了50张图片进行的训练，感觉效果还是可以啊。今后呢，我会做不同游戏，然后呢做不同的一些个对象侦测的视频分享给大家，希望您能够关注我的视频吧。好，那这个视频就这样，咱们在今后的视频再见喽，拜拜。